民妇张刘氏，叩见包大人。老夫人请请。多谢包大人。老夫人曾为官眷，更是当今状元之母，何免民妇自称？老身尊你。包大人，这位是射雕天赐。草民刘天赐叩见包大人。免礼。谢包大人。包大人请坐。老夫人请。老夫人，可知本府今日的来意？不瞒包大人，知府林大人早已告知老身。哦，林大人与老夫人有通家之好，本府倒是不知。林大人乃先夫生前人士，两家素有往来。原来如此。老夫人既知本府来意，想必有意叫我。回报大人，老身既成为官眷，当然知晓朝廷礼数。退封不受，乃欺君之罪；派官不就，乃抗旨之行。两者皆难逃死罪。老夫人既然知晓，又何以质疑如此？包大人，这诰命夫人之封何等尊贵，老身岂有不受之礼？然而我和世珍自从丧妻返家之后，有如丧失心绪，终日不言不语，就连饮食起居都无法自理，更何况是奉旨救人。老身眼见如此，只好上告知府，辞官不去。既然世珍无法为国尽力，报效朝廷，那诰命夫人之封，老身自是无言收受，只得退封。老身自知必受圣上责怪，故而早有准备。今日包大人前来，想必圣上震怒，老身情愿领受责罚。但辞官退封一事，皆为老身所为，与世珍无涉，还望包大人法外施仁，放过世子，老身死而无憾。老夫人坦荡磊落，本府自叹不如。包大人，你有赞。然而，朝廷体制岂可轻慢？本府既然奉旨来查，自然要查个清楚明白。老身明白，包大人淡茶。状元公何在？包大人请恕罪，草民可否代解回话？您说。自从世珍上妻返乡之后，便在亡妻墓前逐鹿而居，每日不言不语，对人也不理不睬，甚至一日三餐都要家仆送去。包大人此番前来，本该他要在府中静候，可是原来如此，本府明白。草民斗胆，想再为家姐求情。哦，天子，不得多言。八戒，你心中的委屈，若不向包大人陈述，这一旦治罪下来，不是永无辩驳的机会。我执意如此，你就不用再说了。大姐，天赐。老夫人，本府今日乃是为了了解事实真相，并非治罪而来。
老夫人有话何不当面言明？报答事已至今，老身再多说些什么又有何用？老夫人圣上仁厚，如今既然命本府前来查办，已有轻责之意。倘若查明真情，果然其情可悯，而后状元公再主动请罪，一派旧官，想必圣上会恩准不罚。当真如此？本府从无虚言。倘若真能如此，当是张氏历代祖先的庇佑。可是是真他如何？包大人，实不相瞒，老身自嫁入张家不齐三载，丈夫公婆先后辞世，仅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。这20年来，我对世真的要求极为严格，而世真也颇为孝顺。然而世真深信固执，一旦决定了一件事，很难再做更改。老身是担心，如今想挽回他的心智，只怕是难上加难。本府曾经听说，老夫人在丧父之后恪守妇道，抚养独子成人，深受宗室乡里赞赏，更蒙圣上赐班贞洁牌坊，本府甚感钦佩。然而状元公生性倔强如此，想必老夫人在管教之时平添不少麻烦。包大人，断案无数，阅人颇多，定可推断一二。然而包大人又怎知我孤儿寡母生活惨况？我张氏先人余孽，衣食无虑，饶有才，然而宗亲族长无一不是冷眼旁观，静待出错。20年来，老身言行举止时时刻刻戒慎恐惧，唯恐稍有不慎将落人以口实。20年来，年年如此，日日如此，时时如此，若非心中存着望子成龙之愿，恐怕早已半途而废，前功尽弃。世真总算没有辜负我的期望，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，原以为从今以后无愧张家先人，无愧王府与九泉，不料骤神巨变，媳妇儿失足，世真思念层次，老身20年来的辛苦经营顿成泡影。包大人，老身心中之痛又岂是诰命夫人一封号所能弥补的？老夫人所受磨难，本府感同身受。
老身若不将封号退回，皇上又怎知当今状元早已形同痴呆？皇上又怎知受命贞洁的老身早已肝肠寸断？我今日不是老包大人亲自前来，我是真又岂有清醒一日？以还我张家荣耀，老身一点私心若未能见谅于圣上，老身情愿身受戮刑，死而无憾。老夫人所言句句由衷，字字发自肺腑，本府除了钦佩之外别无其他。如今本府前往面见那状元公，若能将他劝醒，也好弥补老夫人惨痛心境于万一。好，若能果真如此，包大人则为我张家大恩人，请收老身一棒。老夫人万万不可。老夫人请起。为国举才乃本府职责所在，本府不敢自夸，自当尽力而为。老夫人悲痛之余不宜有，可否请令弟带路前往探视状元公？草民遵命。告辞。恭送包。张士珍，张士珍，你既蒙圣恩，却为何坚不就任，而且退回封号？难道说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？状元公，瞧你这般模样，仿佛有满腹委屈，不妨说出来，包大人会为你做主。张士珍，本府问话，你因何不答？大胆张士珍，你不遵圣旨在前，藐视本府在后，皇城马汉，是，将他带回镇州府候审。是。且慢，大人，公孙先生。此事蹊跷之处甚多，请大人暂缓收押。张士珍，不管你是否真有难言之隐，亦或是思妻成痴，本府敬您是个人才，不愿见您自毁前程，你好自反省，三日之后前来驿馆向本府报道。身为人子，
首重孝道，别忘了你还有高龄寡母。